我们达成率是90%左右，因为前九的加码。
出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投票的员工的专业跟投入跟信心跟能力没有问题。各位，我们把我们今年的预算不仅要达到多两成，好不好？大家有没有信心？各位知道吗？主管机关的眼中，我们国票金控虽然不是大金控，可是我们是主管眼光中最透明化、最守法规的。别人要来跟我们合并，做滴滴哈，做三个礼拜，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了，因为我们啊，没有这个隐含的地方，我们都是很透明化的数字，我们是一个最没有风险的金控，所以我相信今年2020年，我期待大家一起，我们完成，不仅完成我们的预算，我们还多两层，好不好？好。我们只要就把那个多两层的，先拿10万块出来，好不好？我们要多抽10万元的意思吗？那你们希望分成一包抽，还是大家比较多希望分10包抽？我们来看一下民意调查，好不好？希望一包的掌声在哪里？好像不是很热闹。希望我们把10万分成10包，大家比较多机会的掌声在哪里？那这样子，等一下我们一起3、2、1之后，大声的谢谢董事长，好不好？谢谢董事长，提出大家的辛苦，也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帮大家加加油，为我们提振士气。3、2、1之后，大声的说谢谢董事长哦！准备好，3、2、1，谢谢董事长。我要总结一下，我们要谢谢国票金控，好不好？国票期货蔡荣臻，谢谢。好，请我们的荣臻请上台。我们的抽奖券编号是1000号，继续第3包，赶快来到舞台上哦，不然我们就会失衡，你要把它捐出来了。继续恭喜获奖的是大宝分公司，国票期货大宝分公司徐善荣。请董事长为我们公布获奖的是国票证券张淑慧，恭喜淑慧，恭喜淑慧，恭喜张淑慧，编号428号要带着我们的抽奖券上台哦。接下来第5包是谁呢？国票证券陈盈清，陈盈倩，谢谢。哇，那个加码抽中的上台要跟董事长握一下手了，那一天后呢，我们要更加努力，2021继续有更精彩的表现咯。好，继续。诶，这个好像刚刚没有被抽中过的公司哦，谁还没有被抽中？谁的公司名还没被抽中？
还是我都看不出来，是有点浪漫。兴许我们先公布一下公司比耶，公司比华顿投信，郑宇，许俊，感觉好像在寻找人什么。来，联络电话0988-11123。情绪太恐怖，大家就打电话叫他请客了。好，恭喜我们华顿投信，许真的看不开，最后一个字应该是周。然后抽奖连编号是1077，如果是你的话，赶快带着你的存根连立领舞台。下次抽奖券上面字不要写这么浪漫了。好，我们还剩下几张，董事长手上的是恭喜，获奖的是国票证券陈美倩，北投陈美倩。恭喜美倩，请上台。抽奖连编号563号。最后三张，股票创投林家宏，恭喜！继续会请董事长为我们公布第九包了。股票证券黄清，哇！我们今天的东海朋友很顺啊。董事长为我们公布，国票投顾林彦霖，郭英，国票投顾黄彦霖，编号1035号的抽奖连，请彦霖来到台上，我们国票投顾的朋友，好，我们现在要开始点名喽，看谁还没有到哦，目前少一个哦。好，来确认一下。好，请问是彦霖哦，好，这好，来，这边这是彦霖的。目前谁还没有来？1234567890，来往右手边移动三大步好吗？谢谢。还有一位，竟然还有人没有来点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现场，先不要离开，因为我们还有一包的奖金。好。还有谁呢？小丽呢？是不是？小丽有在现场吗？小丽第一个被抽上来了，小丽有在吗？秘书，你秘书拿去公公跟小丽。喝醉了也要扛上来啊！南京分公司的经理人小丽不在的话，小丽不在。小丽不在吗？不在。我们来唱名三次好不好？来。他洗手间吗？洗手间 OK 了。小丽的在哪边？我们要唱名在洗手间哦，真的，他在吐。陈志仁在现场吗？确认哈，小丽确认只是正在吐哈。南京分公司的经理，南京分公司请代表人派一位上台。经理一般不会提早走，我听说在厕所吐了，至少要看到，人不是尸体，看到人。我不知道你要讲哪句话，那个讲出来就严重，好不好？确认。台长，我们一起拍照好吗？小丽是我们一个很优秀的经理人，我确定她一定是在厕所吐。如果等一下这个没有出来的话，那个那一万块赚我的。谢谢，好。来了，本人亲自来了，辛苦了，辛苦。我们现在请董事长亲自为我们颁发，感谢呢我们最后加码的10包红包。好，那等一下呢，存根联也直接给我们现场的李怡小姐，谢谢。好，请董事长陆续颁发，也恭喜呢加码的新台币1万元。在这边再度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有荣幸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国票金融集团的伙伴共度这一个精彩的夜晚。同时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记得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外面真的有点冷，外套请把它穿上，明天温度也会降得很低，一定要记得保暖。这个夜晚真的很高兴与你们共同度过，现在已经我们董事长到队伍中央，大家往右边再移三步好不好，让大家都可以入镜头。好，我们进来一起先拍照，我们先进来一起拍张照，好，来，好，请看到正前方的镜头。好，我们也为自己比个赞，今天加码真的是超幸运的。好，就在我们董事长和所有亲爱的朋友共
候请小心您的步伐，喝酒千万不要开车，记得随身携带的文明。祝福大家有个非常幸福愉快的2016，谢谢大家。